除了做工党的报名候选人以外，我还自己在开设一家人力资源跟雇佣关系的事务所。当然，有可能我最宝贵的两个职位是我在北方基金会 Foundation North 的董事会职位，以及在奥克兰爱乐乐团的董事会的职位。Foundation North 其实是我背后大家能看到这个奥克兰美术馆的第一个这次重新建设时候的第一个投资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性格，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标志，能够透过艺术去探索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奥克兰爱乐乐团，我也希望能够用文化的力量，用音乐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把纽西兰认作为自己家乡的人，能够找到一个家的感觉，就能够感觉到心之安处，所以为家，让大家真的在这片土地上面能够有自己的归属感。